Hello， 各位亲爱的朋友，中午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今天25号，来吃这个荤食啊，来看一下，好，那也看一下我们今天要看什么。今天的话是我们的这个食材选择，中午要看什么？好的，那我们今天的汤啊是这个丝瓜蛤蜊没有贡丸汤，然后这边的话有这个顶级的这个烤黄瓜，这是节瓜，哦节瓜，好，还有这个特级的这个烤鸭。烤鸭，哪里有鸭？啊，这鸡啊，对不起，是鸡。猪啦，你弄错了。哦，是猪啊。好，你们指鹿为马，太可恶了。好，这边的话还有这个肉丸子。好，这个是大姐养的猪，然后亲手宰来捏的。然后这个是这个高丽花椰菜，花椰菜。请。好，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饭了，一样。我们要感谢大姐煮美味的午餐给我们吃。大姐，你为什么突然想要用节瓜？这是我第一次吃哎。啊？为什么突然想要用节瓜？没菜啊？没啦，我刚刚。不，我觉得每天都很有变化。谢谢你。好啦，就这样，各位朋友，用餐愉快，拜拜。